相亲对象带我见她闺蜜，没想到遇见了前任，看我被人刁难，她又于心不忍。妈，谢谢。怎么，分手之后还学会撒谎了？你刚才为什么撒谎？啥意思？我记得你明明有车。你怎么知道我有车有房？我记得当初就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，你才离开的我。能不能不要提以前？我为什么不能提以前？潘西，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一个人？以前我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后来我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现在我不看了。只要他能让我解渴，我管这水是清是浑；只要他能让我看得更远，我管这山是陡是峭。所以，就随便找个女孩子。随便？什么叫随便？他每天给我洗衣做饭，关心我的一切，照顾我的所有，这是随便吗？你做到了吗？你能做到吗？你刚才说的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这么多，你理解的就是这个意思，一点重要信息没往脑袋里面进是吗？你告诉我什么重要？爱呀，爱最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爱我。难道像你一样吗？我什么都没有就离开我吗？你怎么知道他爱你？我怎么知道他爱我？你这要问这句话问得好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把自己扮成穷鬼，他不但不嫌弃我，反而一直在帮助我，这不是爱吗？难道像你一样离开我才是爱吗？那是因为他有，如果他没有呢？好，那我这么说，就连他看我打游戏，满眼都充满了崇拜，脑子里幻想着幸福。你呢？我玩一次吵一次，玩一次吵一次。那是因为当初我们没有钱，口口声声说娶我娶我娶我，你不挣钱拿什么娶我？是，男人是该挣钱，但是你想过吗？我有能力吗？难道出去当个服务员，出去打个工，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的工资，给你买个小礼物，请你吃顿饭？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才21岁呀、啊。是你每天借口，什么都是做的理由。咱俩现在纠结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你的生活，你跟他好好回去吃饭，我也有我的对象，别来打扰我。借口，你找的都是借口，将我的爱全看透，你他都不回头。你跟他们一起回去吧，今天晚上就不陪你了，我难受。那你怎么回去啊？我一会儿打车回去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到家给你打电话，拜拜拜拜，到家告诉我啊，拜拜拜拜。